两杯白开水。这是你说的。怎么样，还烧不烧？稍微有点烫。这一飞啊，要能活着回来，寒山也不至于这么苦。
你看，你看，你又来了。一菲没了，他回不来了。你说连你都不能够接受这个现实，你说，你让寒山，你说，他怎么受得了啊？我老觉得这一菲没死，他身影在我眼前啊，总是这么晃啊，我。妈，我嫂子怎么样了？稍稍有一点烧。妈，钱拿着，你没用。这哪来的钱？这，嗨，你甭问。不是，我得知道你这钱是哪来的呀？我把摩托车卖了，这是卖摩托的钱。爸爸，人死了，就是你再也见不到的人。整天的胡思乱想，快去吧，你看小朋友都排好队了，来等亲啊，乖啊，拜拜。寒山，我跟你说的话都是认真的。对不起，我要去上班了。等一下。我能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舒总，我没有您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我也不希望成为原野的攻击对象。唐王姐，谁呀？我，你柳大妈。啊，柳大妈呀。等会儿啊，王姐，你这门怎么没锁呀？妈，哎呦，还晃悠着呢。进来，坐。哎呦喂，昨晚上没把我折腾死，哎呦，折腾一晚上，哎呀是，哎呦，我一点力气都没了。寒山呢？一大早上班去了。哎呦，还是他有动力啊。这班上有吸引力啊，我算是爬不动了，我就是爬起来我也找那卖酒的去。嗨，这他妈什么破酒啊，没把我喝死。哎呀，就你这话说的，什么班上有吸引力啊，那是上班挣钱呗，那钱对谁没吸引力？寒山没跟你说？说什么呀？他什么也没说呀。跟你说，王姐，昨天晚上寒山回来呀，就咯咯在那笑，哎呀，笑起来没完没了，笑了好长时间呢。完了呢，倒头就睡了，呼呼呼，这一睡睡到今天早晨。今早一醒了吧，吃点东西就上班去了，把我和老头吓坏了。你说，这寒山什么也不说，就这么憋着，这要憋出毛病来怎么办？他憋出毛病，我们家日子怎么过？哎呀，把我吓坏了！我想今天啊，无论如何我得抽空上你这儿来，我得求你开导开导他。啊，高一飞要是真是死了，这人死也不能复生啊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还老往死里惦记他干什么呀？这不是自己折磨自己吗？至于我们家这个债吧，咱就慢慢还呗，是不？只要人好好的，这债总有一天还完。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，帮我劝劝吧。大妈，你就甭瞎操心了，等着过好日子吧啊。过什么好日子？我还有好日子过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这寒山可不是一般的女人。
要是寒山给小草找一有钱的爹，你们家那点债那算什么呀？对人家那是九牛一毛。哎呀，他王姐，你这话可不敢乱说呀。大妈，你可真是看着明白内里糊涂，你呀等着过好日子吧啊。你越说我越糊涂了。昨天我们舒总，就是东盛公司的总经理，哎，为了寒山把自己的婚约解除了，惊天动地的，守着那么多的人，对寒山说他爱寒山，那你说寒山那不笑不哭才怪呢。首先，你把情况汇报一下。我们火凤凰样板间呢，初期施工基本圆满成功了，在设计部还有施工部的共同努力下，所有的标准呢都已经达到了预期。如果不出什么差错的话，我们这个样板间呢会在众多的投标者当中脱颖而出的。嗯，好。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袁野。哦，没有。韩设计师。没有了。老魏呢？样板间的设计和施工啊，韩设计师是立下汗马功劳的。没有韩设计师，样板间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所以我和我几个小兄弟有个建议啊，验收成功之后，重奖韩设计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代表了咱们东盛的水平，这是很难得的。我都画完了。样板间初步施工成功，这是我们刚刚迈出的第一步。样板间的质量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专家的审查。现在离诺辉集团正式验收还有一段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呢，大家要对工程进行复查和验收，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松懈。前一段时间大家比较辛苦。在这儿呢，我代表公司谢谢大家了。等正式验收成功之后，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得到一份丰厚的奖励。韩山，你希望奖励些什么呀？我觉得这些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。20万怎么样？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袁爷，你把这个写在咱们公司的备忘录里。公司不但要巨额奖励有特殊贡献的员工，还要聘用像韩山、江凡这样的设计师为咱们公司的首席设计师。当然了，出现了差错，公司也要严加惩罚的啊。好了，忙忙你们去吧。您找我还有事儿吧？要不是项目到了关键的时候，我就撤了你这个经理。男人的天空是在事业上，不是在儿女情长上。我告诉你，样板间要出现了任何差错，我就拿你试问。去。我在这坐会儿。没事儿。
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咱们俩的事跟他没关系。他摔倒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干什么呢？我得给他提个醒，我让他天天看着高一飞，别忘了高一飞是小草的爸。把他摘下来。不摘。你把他摘下来。你我不摘。有能力你上来摘。说你这个人，你不把你干嘛呢？他这么几天就把高一飞给忘了，我还摘照片。不摘我就得上。你真是你干嘛呢？你我的妈呀，亲爱的，你赶紧给他放回去啊，放回去。不放，他可真够可以的，他天天猫在被窝里给男人写信。你说你给人放回去，你说你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个当婆婆的，你偷着拆儿媳妇的信，你说你这成什么样子？三哥，回来了，在这等你半天了。家里坐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大眼瞪小眼进去有什么用啊？把老头老太太急坏了，钱你更还不上。谢谢。这大半年我没催你，不等于这事儿就没了。今天你多少给我拿点啊。要不然，您看能不能再错段时间？还错？错到什么时候去？错个十年八年，这钱还是钱吗？是，您别着急，您别着急。没多有少。对不对？你多少你还我一点，让我知道你跟高一飞不一样，你比他讲信誉。好，那个啊，您看，我兜里就这点钱了，大概300多块吧。主要是这样，我家里原来的钱呀还给别人了，以为您不着急用呢，就您别生气，要不然这些您拿着。你拿我当谁呢？这点钱够干嘛的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急着钱用？我不急，我在这等你一下午。我知道。其实您再错半个月就行，我们单位马上要发一笔奖金，等奖金发下来，您这点钱一定能还上。你骗谁呢？哪个单位发奖金能发这么多？是真的，您就相信我一回行吗？行，好，我再信你一次，半个月之后你再不还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谢谢谢谢。我来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累了一天了，你先吃吧啊。哎，寒山，我刚看你那腿一瘸一拐的，你脚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在单位的时候撞在桌子上了。不碍事吧？没事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我心里不舒服。不舒服就赶紧吃啊，吃完屋里歇着去。现在这种女人呐，哼，不守妇道，把关在门里跟自己男人说的话，能公开上大街上去说，什么亲爱的呀，哼，什么心肝宝贝呀，哼，肉麻。见过这种女人吗？嗯。不是，你看你，你又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啊，赶紧吃饭吧，这寒山累了一天了，你不是？没见过呀。没见过好，千万不能学。这在过去你知道叫什么？叫破坏门庭，伤风败俗。你说你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吃了别吃了啊！你屋里歇着，屋里歇着去。这是我的家，我愿意在哪儿就在哪儿。妈，别，你可千万别管我叫妈，你管我叫妈我起鸡皮疙瘩。你看你疼啊，起来了。妈，您怎么了？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啊？不明白啊？没关系。不明白怕什么的，认识这仨字儿就行。亲爱的，你写这个的时候啊，我一飞出事儿可没几天呢。你把这信收好了，你别放我儿子的照片底下，你让他看着心里难受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不吃别吃了啊，屋里歇着去啊，快快快，行行行。
走。我替我儿子心寒。行了，歇着歇着。寒山呐，你把这些信让我妈好好看看吧。亲爱的，自从我们结婚后，我们就很少这样称呼对方了。我现在真的很想这样叫你，你听得到吗？你现在还好吗？你在哪儿呀？小草睡着了，爸妈也睡着了，小草梦里还喊你来着，你听到了？今天跟妈大吵了一架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会招妈生气。我天天累死累活的在外边工作还债，妈还是总是看不惯我。妈好像变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做得不好。这么长时间，我尽量不去想你，想起来就难受的想哭。可我还是每天都在想你，一飞，你到底在哪儿呢？你怎么能扔下我和小草，扔下这么沉重的一个家，就自己走了呢？一飞，你欠的债我已经还一部分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些债我会全部还给人家的。这点你就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人家背后戳你的脊梁骨，骂高家人不讲信用。爸的腿不能动了，我到处打听抓药，一直没有见好。妈身体还行，但自从你走后，妈好像一下子老了。有一天突然看到妈的白头发，心里难受，总觉得我没替你照顾好他们。是我难为了孩子，他心里苦，连个说贴近话的人都没有，这才给一飞写信。
少圈了？树眼花了，好像有30圈。你说他瞎转悠什么呀？急的呗。中心的电脑全坏了，全部资料都瘫痪了。你没看咱们现在那姑娘都用手绣呢？那不是说去叫电脑维修中心的人了吗？你还不知道咱头，信不过人家，怕人家偷咱们资料。现在就让咱厂里那几个小笨蛋修呢。头不是送他们几个去城里的电脑培训中心培训了3个月吗？怎么连这小电脑都不会修了？你不是也去过吗？你修去啊！你咋还没走啊？头不是说了吗？让你赶紧从他眼皮底下滚！我欠你的钱还没还呢，怎么能走？哥哥，我那钱子上买鱼是喂鱼了，好吧？你滚！带我去见你们杜总。哥哥，您是不是还找抽啊？我可以试试修电脑。你是说你会修电脑？大学里学的就是计算机，而且软件硬件都学过。胖子，开门。开门。头儿，嗯，电脑公司的人您都不放心，您放心这小子。这要真是个大学生，淹死真是可惜了。你俩留下看着啊，我看这小子有多大的能耐。行。看起来啊，这小子还真有两手，不像诈唬。修电脑可诈唬不了，人家可是大学毕业。听说杜鹃招婿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大学毕业。我先替你保留着，等我们再去登记结婚的时候，我再替你戴上。咱们俩的事情已经结束了，这个戒指你还扔了吗？不，我们俩不能分开。我们俩从小就在一起，长大了也不应该分开。我们俩应该在一起。咱们俩确实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一直都像亲人一样，这一点永远都不会发生改变。没去跟你结婚，这个事情是我对不起你。可是我以后呢，会像一个哥哥一样，好好的照顾你。舒心，我不是你妹妹。
我是你的未婚妻，我是你的女人，我的一切都属于你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可以。想起来回家睡觉了，回来还得打折叠床。哎，我怎么都能凑合。妈，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啊？我就高一飞一个儿子，你想我了吗？哎呦，我说你干嘛老说就我哥这一个儿子，我就不是你儿子。你是，可是你没你哥顾家，你哥活着的时候就把你给惯的呀，油瓶子倒了都不带扶的。你哥没了，家里出这么多的事儿，都压在你嫂子一个人身上，你还当甩手掌柜，天天音乐音乐，你要唱歌能把债都唱没，你天天唱。你看，一鸣，难得你嫂子对你哥这一片情啊。你哥地下有知啊，也该安心了。好了好了，睡觉吧。你说我是不是出生的时辰不对呀？我妈怎么对我那么不满意啊？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生的吗？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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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什么时候生的呀？忘了。我什么时候生的都忘了，哪有这样的吗？我肯定是晚上生的，所以才能不招人喜欢。我得好好看看我什么时候才能结婚。我可不想像你那样，都走到结婚的路上了还分手。云野，云野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坐着呀？挺吓人的。你要真的喜欢我哥，你就把他抢过来呗。其实我觉得我哥也没什么好的。你说你们这些优秀的女人吧，怎么都感情坎坷？像我这种挺一般的，还是应该早点嫁才对。睡觉好不好？咱们睡觉吧。说什么？没说他上哪儿去，他一晚上坐那儿话都没说，可吓人了。哥，他不会自杀吧？
你这个小子还真有两手，不像炸了。就是一个骗子，修到现在电脑没修好，啊，还大学毕业，就是一个假冒伪劣。我得马上把他赶走，把他赶走。爸，你连硬件软件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怎么知道需要多长时间的？你别管了，你回去吧。不嘛。 全能用了，全都可以用。不过这套程序有点陈旧，要不及时更新的话，还会出现类似的问题，影响效率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学计算机的，又在这儿检查了一晚上，肯定知道。哈哈，他们几个折腾好几天了，你一个晚上就修好了。哼。啊。哎，要不你就留在我们这儿工作吧，反正这些电脑现在没人管。 好好，谢谢你了啊！你修电脑的工钱，待会我让胖子给你。哎，杜总，你看我能不能留在这儿工作，也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爸，我刚救了你的小命，你就偷了胖子的手机和钱包啊！我要是把你留下来。 元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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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傻呀！你就在这儿待了一晚上。元言，你从小到大经历过多少事情？为什么这么脆弱呢？阿姨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你，你自己绝不能伤害自己。怎么了？把阿姨的话忘了？走，跟阿姨回家，快点。没有家。 怎么没有？舒心的家不就是你的家吗？以后不是了，妍妍，你得相信阿姨，跟阿姨回家，快走。听我跟你说，阿姨不会同意寒山跟舒心在一起的。即使我同意了，她还有个婆婆呢，她婆婆也不会同意他们在一起的。她不是为她一个人活着。 你得给舒心点时间，懂吗？啊！
还不快去开车？走吧，听阿姨话啊，走。失恋了你就知道了，我才不会失恋呢。到底去哪儿啊？这么兴师动众的。